玛丽，走吗？现在几点？现在7:25。你几点上课？8点。你什么时候去教室？差一刻8点去。现在你去教室吗？不去，我去吃饭。啊，好吧，那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去。谢谢，请。明天去长城好吗？好，什么时候去？早上7点。太早了，7:30吧。你几点起床？6:30。你呢？我也6:30起床。啊。走吗？现在几点？现在7:25。你几点上课？8点。你什么时候去教室？差一刻8点去。现在你去教室吗？不去，我去吃饭。啊，好吧，那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去。谢谢，请。明天去长城好吗？好，什么时候去？早上7点。太早了，7:30吧。你几点起床？6:30。你呢？我也6:30起床。啊。